过来，再捏手，哇、哦，这个蓝跳有蓝到，再传给补位的投手，抓到了时机。良好三坏的满球数，这球三垒方向强袭球，但是一个弹跳被三手凌厉接到。这一球很扎实，哇，没办法，王威成接得太漂亮了。面对这一球强劲的来球，拦截下来就传一垒。他的一垒手大概都是许继宏跟苏伟达。哦，软弱的滚地球，拼速度接球传一垒，奥斗，哦呦，小心，小心，哇！终止了一个初赛的场数。接球，结果哦，陈凯伦面对这个平飞球，横移得很快，也是接近手套，美记手背。像米兰达，滚地球比较缓慢，二垒手要赶快用抛的方式。陈凯伦美记手背，哇，是用手套抛球，恰到好处。对，我最后进到本垒板。一垒上的陈杰宪先起跑了，李宗贤这个球往一垒送，最后一垒审认定是 out。 哇，这包李宗贤的 nice play 是帮助锁杀，化解了这个半局的危机。这个球要打穿了吗？没有，被游击手余德龙拦下来，转身送向一垒。这是游击手余德龙的一个 nice play， 刺杀的打击的陈崇廷。这一棒打成那个中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今天唐兆的第二个手背美记，打线交手，左半边这个飞球，左外手现在是 nice play， nice play， 在界外区把唐帅这个反方向的飞球给接杀。这一棒有没有可能落地呢？中外野手，但是詹志尧也回了一个美记手背，把陈宏基这个中外野方向的平飞球给没收。出棒，一垒手扑下去，拥挤要赶快抛给补位的投手郑军人，这是个 nice play， 一垒手跟投手是很完美的一个配合。时刻，最后。哇，这一球结果二垒手拦截下来之后躺在地上传一垒，美记手背陈凯伦，中间方向，哇，这是个投手正面的强击球，打得扎实，直接被翁伟君没收。打击出去，结果哇，平飞球又是被李宗贤美记手背。这球打不出，在左外野方向的飞球很深远的位置跳起来，哇，这个厉害！高国辉 ，what a play， nice catch。查，这球有了，打击中柱在左外野方向深远位置，结果接杀，太重要的一个美记接杀了詹子贤，一好一坏。哇，这一球打得很扎实哦，在左外野方向有没有跳起来？哇，知道了，哦，太厉害！我的天，詹子贤不可思议的美记接杀，稍微高起来打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手现在还在退，在体力打墙前面，哇，这个球被接到了，哇 ，nice catch！